还是左半边的界外，几乎是同一个位置。哦呦，哇哦，帽子，哇，用帽子接啊 ，nice play， 哇哈哈。主棒打成了三垒方向的界外，上到了二层看台。哦呦，就在我们面前单手徒手接球，这位老兄，你比用帽子接的更厉害。对，还接得很稳啊！空手接白球，高手在大巨蛋。哇，这会痛啊，但是不能演出来。对。